这边是我们纪念品，谢谢。哥，这个可以打开吗？哦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自然风景海报。对。这是画在哪？画的哪里啊？青山镇吗？这个我也不太清楚。哇哦，一共有六张画，上面画的都是塔和山。哦，有一张。有一张没有塔，这张画上写了个23，然后这张画是34，这上面有没有数字呢？为什么这两张画有数字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六张画有什么关系呢？果然在这里。